快点做饭，吃完了开拔。旅长，兄弟们可是跑了两天一夜没休息了，在这等吗？等那小娘们带兵来打咱们，快着点儿。他们也追了两天一宿，他们也累啊，咱吃完饭再走吧。旅长，少废话，快做饭。来来来，兄弟们做饭。旅长，前面来了一伙押镖的。来，我哎，火箭好了。来来来，来我有股硝烟的味儿。避得开吗？刚才那一群骑马的人是来聊哨的，来者不善呐。那怎么办？狭路相逢，顶上去。和是溃兵，看来要有一场恶战。我来顶头阵。你是嫌我老了？师父，什么人？长官，老朽是走镖的，小字号广顺镖局。走镖的？可有路引呢？既然是走镖，为什么见了官兵不回避？哼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这条路宽得很呐，我们可以各取其道。好，既然是各取其道，那么你们先把路让出来。好，我来为长官引将。还看什么？走啊！起镖，跟上，快！来走，快！小毛，小毛，快点！小毛，走！快！快点！小毛跟上！就你这种人，我都忘了我杀了多少。周文斌，老爷子啊，差不多了，咱们就此别过啊。官为民之父母，尊卑有常，不能乱了礼数。让老朽再送你一程吧。哎呀，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就此别过，恕老朽礼数不周了。好说好说。
妈的，咱们这么多人，还怕他一个老头子？弟兄们，干了他！人们常说匪患猖獗，但是在乱世上给我活捉的丁丁匪更难对付。那一仗是我看到的师父最为惨烈的一战，也是最为辉煌的一战。那一刻他仿佛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捻军中的戴海臣，纵横来去。风如电，刀刀不见血，挡者如落叶，那种气吞万里之势，犹如大河奔流，长风破浪。他一生的武学修为都在这一战中尽数展现。那一刻我觉得师父是神。都给我上！都给我上！抓活的，快点！
师傅！这趟镖带上你的徒弟，咱们祖孙三代一起走。强中自有强中人，练武之人哪有永远不败的？有些事情可以让，但在大事面前要当仁不让。从祖师爷的牌位下取出来，挂黑带。这黑带呢，我也把它带过来了，把它给烧了。师傅，说，弟兄们，有话好说。你，这一天，我等了三年了，我爹的仇该报了。
要是我跟你介绍这趟票，老爷子也许他就不会。这是走镖的命。老爷子英雄一世，他这么一走，就像这镖门撤了定向柱一样。 请后面歇歇，坐吧。来宾吊唁。 老兄弟，昔日袍泽下起尊，来看你来了。真是想念我们当初在捻军的时候啊。那个时候，你不服我，我也不服你，多年轻啊！ 当年的捻军三杰，现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好兄弟，你走好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过来陪你。 戴大哥，他胸怀磊落，侠肝义胆，为我五界的楷模。你们后生晚辈，莫要堕了他的威名啊！ 来宾吊唁，鄙人是受洪宪皇帝委派来吊唁戴老爷子的。 师傅要把太古镖局并到北京来，这事我怎么不知道？师傅确实是那么交代的。那师傅立这份遗嘱的时候，边上有没有其他人呢？ 季平，这事事关重大，我得问清楚。你怀疑我改了师傅的遗嘱？不是，我是觉得
或许就没有这份遗嘱。你，师哥，你别生气。我是太古镖局的总镖头，是他的姑爷。他怎么会把这个位置让给一个外人？李启明，你口口声声说你是太古镖局的总镖头，可你做了些什么？要不是你找黑镖，师父就不会来京城。师父不来京城，他就不会死。师父不是走镖跟我死的。我怎么了？我得管着百十来号人的吃喝拉撒。你在北京还有生意做，可在山西呢，兵荒马乱，别说做生意，连活着都难。别管我走的黑镖白镖，我是为了镖局，我没有为我自己谋半点私利，这大家都知道。想让我信这个遗嘱，好，拿出证据来。这个话爹是说过。你跟西平说，他肯定不会相信。不管他怎么说，你一定要坚持。答应我。发个毒誓吧。祖师爷在上，后世弟子李希平遵行镖门规矩，未有懈怠损害，自觉清白，现郑重起誓，日后当将大镖头之位让给师哥刘安顺，若有贪位不让，必遭五雷轰顶，百毒侵身之害，受天罚、地责、人害、挫骨扬灰，神行俱灭。东家，我爹他走得太突然，西平一时心里乱，说了昏话，您别见怪。哎，怎么会呢？我心里明白呀。我爹的遗嘱说得明明白白，
所以太古镖局的事儿还要劳烦少东家帮我师哥处理一下。柔柔，镖局的事情我不太方便插手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按照老爷子的意愿去办啊。这到了啊，老爷子也没要我送他的汽车，这不是让我难堪吗？少东家，您知道我爹的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心里头明白，老爷子活得光明磊落，不受人恩情，真是活得明白。你放心吧，汽车我会卖掉，折成的钱换成咱们镖局的股份，我能为老爷子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大镖头，东家，按照我爹的意思，我现在可不是什么大镖头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你叫我东家，我也受不起了。关闭票号。关票号。这个事儿啊，我跟老爷子说过，我想他也是因为这样才要把镖局给关了。西平，你错怪刘安顺了。西平，咱们这太古的镖局，其实是因为票号而生的。
当年我爹和老爷子为了打通这恰克图的商道才开的镖局，那个时候可真是意气风发呀。可谁想到啊，到了咱们这代，连个祖业都保不住。真是辱没了先人呐。启平，在镖局结束之前呢，我还有个事儿要你去做。什么事？我要你从太谷押10万大洋到北京。这票号都给关了，还押什么银子？买机器。机器？是时候该变变了。师父这辈子就做对了两件事，一是头年君杀官兵，年君败了，那是时势使然，虽败犹荣。二呢，就是收你做了我的徒弟，你性格刚硬，不合时宜，但是师父啊，要的就是你这个不合时宜。师父，人们都说时势造英雄，时势是风，英雄是石头。人呐，不能做随风摇摆的草。我明白。规矩不能丢，守住规矩就是守住咱镖门的魂。镖门没有了，但是人的魂不能丢。魂不能丢啊。
你更累。不知道为什么。直到今天，都感觉师父还没有离开我。你知道吗？我爹他走得早。在我的心中，我师父就像我爹一样，他教我练拳，带我走镖，只要有他在身边，就仿佛没有过不去的沟坎。我明白，就像那天我看到我爹倒下一样。都是我不好，那个时候我没能体会你的感受。凡事都会过去的，就像我一样。现在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吗？
嗯。